1942年初的中国，抗日战争已经打了5年，大半个中国被日军占领。日军在结束对长沙第三次进攻后，元气大伤，逐渐减弱进攻力度，转攻为守。此时，离长沙2000多公里的缅甸仰光，一支日军部队已经到达了南部城市铜鼓外围的皮优河畔。这段时间，殖民的英军被击败，不断溃逃，日军死追猛打，没有遇到像样的反抗。就在日军倾泻而下时，一声巨响落在了部队后方，打乱了日军行军路线。顷刻间，如狂风暴雨般的子弹喷洒过来，日军被迫回撤。事后日军才发现，这股突如其来的阻军不是英军，而是前来支援的中国第5军200师的部队。中国精锐部队200师为何会出现在异国他乡？为何在正面战场吃紧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会调离大量人力物力去支援2000公里外的缅甸呢？这样偏离重心的作战计划，难道不会导致重庆政府深陷泥潭吗？寻找答案，要回到抗战之初。918事变后，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37年，日本又发动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战仅1年左右时间，日本已经攻占至北平、南京、武汉等中国重要城市，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日军深入内陆，而中国的沿海城、港口、淞沪地区、京津唐地区和香港地区已经完全被日军占领。日军企图包围中国，切断所有对华的补给线，把庞大的中国军队饿死在牢笼里。在当时，苏联主动的和中国签订过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并运送了一些物资啊、战略装备，给中国作为抗日战争之用。但是由于苏德战场的这个局势急剧恶化，苏联就被迫和日本签订了一个苏日中立条约。就从此之后，苏联对中国的这种抗日战争的援助啊就停止了。那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就很快取代了苏联的位置，它成为了中国争取国际援助的这么一个主要的来源，而位于中国西南方的这个滇缅公路呢，就成为了维系中国抗战的这么唯一的一条生命线。1146公里，从中国昆明到缅甸腊戌，中国境内的路段由国民党政府拨款修建。当年修建公路时，在滇西各县征调各族民工20万人，日夜赶修。公路沿线通过横断山脉、纵谷区，跨怒江、澜沧江，山高谷深，水流湍急，路线高差达1300多米，地形气候非常复杂。在低温的峡谷，瘴疫流行，多种急性传染病猖獗，来自各地的民工自带食粮衣物，住在树枝搭成的窝棚里，风餐露宿，依靠2只手和铁镐、锄头等简单工具，仅用9个月时间就修通了滇缅路。这是我国公路交通史上的一大奇迹，也是举世罕见的。国外舆论界的专家高度评价和赞扬，甚至有人认为滇缅公路工程的艰险可与巴拿马运河相比。但为了使这条国际运输线早日建成，3000多民工、技术人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日军对东南亚地区的入侵逐渐威胁到美英两国的利益。由于英国深陷欧战局势，对东南亚殖民地无暇顾及，
日军攻入缅甸后，英军一路溃逃，要求中国出兵相救。美国也由于太平洋战争加入了同盟国的行列。中美英三国召开会议谈判，决定要力保中国军队牵制日军在华部队，并全力以赴确保滇缅铁路的最后补给线安危。1941年1月14日，马歇尔推荐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美陆军部任命他为语言教官，来北平学习华语。1926年，任驻天津美军兵团营长。1935年，任美国驻华武官。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的史迪威，到过中国很多地方，中文非常流利，有时写日记不用英文而用中文。由于他指挥步七师在美国全军大演习中的突出表现，被晋升为第三军军长，被美国军界认为是美国陆军47名少将中最优秀的一个。他性格坚强，从不讲废话，但心直口快的史迪威常得罪蒋介石，毫不留情面地数落国民政府缺点，这让后续的中美战略合作很不圆满。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队长陈纳德曾评价道，史迪威总是把自己完全看成是一名陆军军人，而他不明白作为外交官的基本职责，他也没有那份耐心去弄明白这一切。在史迪威将军援助中国抗战的同年，也就是12月底，英国和国民党政府啊签订了一个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的这么一个文件，成立了中英的军事同盟。可是在那个时候，英国还对中国的这个军队入缅啊有一些不放心，说白了还是担心中国军队进入缅甸之后啊影响到他自己的在缅甸的殖民统治。所以一直到了42年的2月，迫于日军对缅甸的这个步步紧逼啊，英国才不得不动员中国军队入缅作战。蒋介石对这次战役很重视，因为这关系中国大后方的安危，曾派遣军事考察团前往缅甸、印度等国进行了实地考察，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军长杜聿明也提交过一份详细的报告书，对未来战争的计划做了相当详细的判断。国民政府对远征军赶赴缅甸作战做了充分的准备。1942年初，日本攻占马来西亚，随后派部队开往缅甸。1月30日，缅甸东部重镇沦陷。3月8日，占领缅甸首都仰光。此时，在英国的求助下，中国方面以杜聿明为代理司令长官，由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指挥，集合中国精锐力量的中国远征军约10万人向缅甸进发。